你们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你好，高兴认识你。好，我叫赵燕，是 courtyard 老师，欢迎你们来到 courtyard，今天来听这个 HSK 四的课。可能你们有一些人已经知道，courtyard 对 courtyard 很了解，有的人还不太知道 courtyard，所以呢，我先用几分钟简单介绍一下 courtyard 的情况。courtyard 是2009年成立的，到今年已经10年了。所以呢，这个学校为很多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了很多汉语课，有一对一，也有班课，从 HSK one 到 HSK six，我们都有课。好，如果你们感兴趣，你们可以看这个 screen，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你们可以扫一扫，然后可以和我们联系。好吗？好，好，好的，好了，好，如果你们还没扫完，也可以告诉我啊，我可以等你们1分钟。我们今天的课是 HSK 四，第一课，好了，现在我们开始上课。好，现在你看，我们来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第一课。你看我的这个 screen 上啊，这个有一个心还有2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第一课要学的话题就是简单的爱情，所以男朋友、女朋友老公、老婆所以这样的爱情那我们平时呢也一定也都看过了很多的爱情电影，那你们看啊，我们有很多的爱情电影。你们应该都看过啊，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哦，这个是那个罗马假日罗马，Roman 假。holiday 啊，Roman holiday 啊，这是罗马假日。好，这个呢，它这个汉语的啊，是说当男人爱上女人，就是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好，这个 C 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很有名，泰坦对尼克吧？号，对，非常好啊，《泰坦尼克》好，那这个呢？这个知道吗？不知没道，看，西安雅图没看未过是眠夜，吧？对，这个是西雅图未眠夜好。好，山。对，非常好，诺丁山。好，这个 F 呢？这个应该也很有名。我看过。看过。我们有一主演啊。那虽然我们没有所有的这个啊，比如说这六个电影，虽然我们没有说人这六个电影。电影都看过情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要有这个。那么你们想要什么样的爱情呢？是这样的呢，还是泰坦尼克这样的呢，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呢？
啊，或者你们看啊，是你们想要，你们觉得爱情是这个样子的，还是这个样子的，还是这个样子的呢？你们想，你们觉得你们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海边的，我觉得海边的，哦，是第一个那个。是哦，就是这个海边的这个很浪漫是吧？嗯 嗯, 嗯，好，那你喜欢这个，你觉得这是你想要的爱情的样子。那有的人说，哦，我就喜欢这个，这个是我想要的爱情的样子是吧？那有的人就说，哦，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我的男朋友，或者我的老公给我做饭，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爱情的样子。所以你看啊，每个人想要的爱情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想问你，你想要的这个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词啊，我们可以说理想。嗯，啊，理想。好，对，这个理想呢，它有两个意思。我们先看第一个啊，它是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嗯，这个理想如果是 adjective， 也就是说你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它的 structure 啊，或者是你理想的后边是一个 noun 名词，或者你也可以说理想中的这个 noun 是什么，是什么，嗯，所以你看啊，我想问你们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就可以说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对啊，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什么样的爱情是你想要的。比如说有的人说，哦，海边的那个，是我想要的，有的人说，哦，做饭的那个是我想要的，这就是你们理想中的爱情。啊，所以这个 noun 啊，你看你还可以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呀，你想要什么样的男朋友女朋友啊，啊，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呀。所以我们都可以说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你理想的男朋友女朋友是什么样的，或者你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OK， 这是这个啊，所以这是第一个 adjective。 那再看一个啊，你看这个，现在呢她还是个小女孩儿，可能她五岁，或者六岁，然后你看她在这个 mirror 前面啊，她在想什么呢？这个是她长大以后啊，你看她说等我长大了啊，她会想，她说我会，你看啊，这个汉字，她说我会穿着高跟鞋，高跟鞋就是这个啊，女生穿的这个啊，高跟鞋和裙子，这个就是裙子啊，这个也是裙子，去上班，还会有个宝宝，她得是女孩，也就是她喜欢女儿啊，这是她的女儿。那所以你们看啊，她长大以后她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狗鱼的。他会穿什么？他会穿着什么呢？会穿着什么？这是高跟鞋啊，这是高跟鞋。穿着高跟鞋。裙子。还有呢？对对，穿着漂亮的裙子，去上班。啊，他还得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宝宝是吧，还得是个女儿。好，那你看啊，穿着高跟鞋和裙子去上班，还有一个，哦，这个我写错了啊，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就是她理想的生活。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它是一个 adjective， 就是我们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理想的或者理想中的，后边是一个名词。理想中。嗯，好。这个如果 adjective 呢，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用法。好，就是理想中的是怎么怎么样。好，那你看看这个 picture 啊。这个 picture。哦。他的爸爸。然后他的爸爸右手里边是这个啊，可是他的成绩啊，在这儿是53分，所以你觉得这个成绩是这个孩子想要的吗？你觉得他想要53分吗？不想要。不想要，对，他想要一个很好的啊、嗯。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说 subject 很理想或者不理想。如果不理想呢，就是说哦，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说成绩不太理想。我希望是80，可是。这个结果是53，所以不是我想要的，嗯，这个就说不理想。好，你还可以说面试的结果不理想，或者比赛的结果、考试的结果，或者你们知道中国最重要的考试啊，高考，不太理想，嗯，就是不是我想要的。如果和你想的差不多，是你想要的。这个结果非常好，你可以说哦，这个成绩很理想，这个面试的结果很理想。好，这是我们说 adjective 啊，它有两个 structure， 一个是你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我说哎呀，我的生活不太理想，或者我的成绩不太理想，不是我想要的。好，那第二个啊。还有一个，它还是一个 noun， 这个理想还是一个 noun。那你看看这个，小时候啊，老师啊、或者父母都会问我们，长大了你要做什么呀？啊，有的人说哦我要当老师，有的说哦我要当医生，啊，或者说我要当科学家，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说以后你想做什么，嗯，所以我会问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老师，嗯，你们都有理想吧？有。有，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有理想，那我们只有理想行吗？如果我们不努力可以吗？不行，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说啊，你看人要有理想也要努力去实现理想啊，这个是个 verb 啊，实现就是让理想变成真的，这叫实现。对，这是实现理想。嗯，好了，所以到这儿，这个理想这个词所有的意思我们都学完了啊，一个是 adjective， 一个是 noun。 这个有问题吗？没有。没有，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啊。那现在呢我们要看看啊，课文一，因为我们说 HSK4 一个 unit 啊，我们有五个 part， 五个部分啊，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啊。第一个的词呢比较容易，有一些词我觉得你们知道，所以我们可以会快一点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旅发。
律师律法什么律，这不是人啊，一会儿我们说人。律法是吧，汉语里我们会说叫法律。对，这是法律啊。你们国家都有法律吧，是不是？现在应该是每个国家都会有法律啊。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说那个人了啊。你看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律师。对，非常好，这个是律师啊。所以我觉得当律师会很辛苦，我们要，他们要记得很多很多很多法律，每个国家的法律还都不一样。好，所以这是这个啊，法律。那再看一个啊，你们看看这个几个人？两个。两个人，对不对？好，那么这个两个人呢，在我们口语里啊，我们还可以说俩人。这个俩是两个的意思，可是你们注意，你们注意，它的 major word 一定得是个，如果是别的 major word， 你不能说俩。比如说，你们都知道这个书，它的 major word 是本，比如说两本书，对吧？但是你不能说俩书，这个不对，因为它的 major word 不是个。要注意这个啊，它的 major word 一定是个，你才能说俩。你看啊，比如说俩后边加一个 noun， 这个 noun 你可以是人，可以是 something 啊，东西，也可以是一个 place 地方，还可以是动物 animal， 就是俩猫、俩狗，啊，俩饭馆，俩学校。嗯，好，俩杯子，俩手机，所以你看这些东西他们的 major word 都是个。嗯，好，你看这个俩手机啊，所以可以说我有俩手机。好，这是为什么不是两、嗯、为什么不是两啊？你可以说两，如果你用两的时候呢，我们会 plus major word， 比如两个人、两个手机。那如果说俩的时候呢，你不要有 major word。你看，俩人不是俩个人，它没有个，没有 major word。嗯，好，这个听懂了吗？听懂，听懂，谢谢。啊，不客气，好。还有啊，可以说我们俩、他们俩、你们俩，然后他们俩，嗯，你说人啊、嗯，比如说我说他们俩吧，他们俩都不是北京人，嗯，比如说这个男孩和这个女孩啊、嗯，他们俩都不是北京人，嗯，好。就是在汉语里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它的意思是两个，然后后边是一个东西啊，两个东西，它的 major word 是个，我们可以说俩，比如说俩人、俩手机啊、俩狗。那还有一个啊，我们可以说人，就是我们俩，比如说照片上的这个啊，为什么这是两个人，对吧？所以我说，我会说他们俩，意思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北京人。如果没有这个俩呢，如果说啊我们都不是北京人，那这个我们你不知道是几个人，嗯，可能是两个人，也可能是三个人，也可能是四个人。好，这个听懂了吧？听懂，听懂。嗯，所以如果说俩，我的意思是说是两个人。嗯，好，这是这个。那么在汉语里还有一个数字和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仨，就是这个啊，仨，它的意思是三个，嗯，三个啊。你比如说这张照片，这个女孩，这个男孩，还有我，我可以说我们仨，嗯，在上课，嗯，所以这个仨它的 grammar 和俩和这个啊俩是一样的意思，嗯。它的 grammar 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仨就是三个的意思。好，这是这个。
好，那我们看这个啊，这是哪儿？你们知道吗？后海吗？对，这是后海。那这个呢？这是天安门，是吧？好，然后啊，嗯、这是故宫那儿，故宫那边啊。好，这个是长城。长城。所以这都是北京的，对，这都是北京的很有名的地方。那所以可能啊，有一些学生他没来过北京啊，有一些学生他在北京，但是我给你们看了这些图片以后，这些照片以后，你们会觉得哦，北京很好看，北京很漂亮啊，所以你们会觉得北京是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想问问印象。印象，对，所以我会说，你看啊 ，subject 对什么什么的印象怎么样？你看了这些 pictures 啊，这些照片，那你会觉得，哎，北京大不大？啊，北京好不好？北京漂不漂亮？所以这些都是你们对北京的印象。嗯，啊，所以这个是印象，嗯，所以它的第一个structure 就是我们说 subject 对什么什么的印象怎么样，好不好，好吗，嗯。那这个 part 呢，我们可以说对一个地方的印象，也可以说对一个人的，对一个动物的，或者对一个对一件事儿，对 something 的印象啊，东西。比如说啊，给你一个例子啊，你看我如果我说这个问题，你们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嗯，所以回答的时候你先注意啊，你要回答怎么样，然后你可以先说很好，或者不错还行啊，不太好，很差，然后后边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很差，你说哎呀雾霾太严重，空气不好，对吧，或者人太多了，嗯，好，嗯，对，对，好。如果是你们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或者你们第一次来北京，你们会有一个印象，啊，这种印象我们叫第一印象。啊，就是你们第一次的那个印象，我们就叫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对，对。所以你看我说啊，我见到了一个男孩，那我说哦，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啊，又高又帅，是吧，第一印象很好。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种啊，就是说如果你问别人啊，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啊，所以你可以问问他啊，你对这个的印象怎么样。好，然后啊再看一个。那你看啊，他们在面试，他们在找工作。嗯，你看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他们穿西服，对吧？对呀。他们为什么要穿西服呀？因为他们要面试。对，他们要面试，他们想，好，眼睛。对。对，非常好啊，他们想让老板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对吧，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啊，我们会说 subject 给 somebody 留下什么的印象啊，这个如果有一个了呢，就是 already happened 啊，是 past sentence， 就是已经留下的，所以这个 subject 啊可以是一个人给别的人，嗯，或者说这个地方给一个人，这个动物或者是 something，嗯，好，那么什么样的印象呢，这个 part 啊，你可以说一些 adjective， 你就说哦，很好的印象，不错的印象，或者很热情的印象，或者很差的印象，嗯，或者很深的印象。
好，所以你看啊，他们为什么要穿西服啊？他想给老板留下好印象。好，那你看啊，我去了云南，哇，我觉得云南太美了。我是去年去的，啊，所以说云南给我留下了很美的印象。好，所以这是有了，因为是已经发生了啊。好，来看啊。好，你们还记得这个这个词是什么吗？理想。对，非常好啊，你们现在还记得。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印象。如果我说 subject， 对，这个词还有印象，它的意思是我还记得这个词。如果我说我对你们没有印象了，意思是我不记得你了，我不记得你的名字，我不记得你是谁。嗯，好，所以记得什么呢？可以记得人，记得一个地方，或者记得你看 something， 你看汉字啊，记得那个饭馆，我还记得你们啊。所以这两个 part 啊，这部分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啊，我真这是什么词，我忘了，那就是说我对这个词没有印象了，就是我忘了这个词。好，如果你们还记得呢，如果你们里边啊有人说啊，老师我来过 courtyard 啊， courtyard 是一个小院子啊，小院子啊。所以呢，你可以说我对 courtyard 还有印象，就是我到现在我还记得 courtyard。 嗯，好，所以到现在啊，这个印象所有的用法我们都说完了。所以第一个呢，你想想啊，第一个你们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好，然后为什么要穿西服去面试呢？是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好，那我说哦，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学了这个汉字啊，这个词还记得吗？如果说记得，就是我对这个汉字还有印象。好了，这个听懂了吧？我明白。嗯，听懂了？听懂。对，听懂。听懂了啊。好，那我们还说了一个啊，我们刚才说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说了一个身，你看看这个啊，这个是一样的屋子，嗯，啊，那你看这个水不一样。如果我要看看这个水啊，你比如说从这儿到下边，然后这个是100米，那这个呢，你看啊，是从这儿到下边是2米。所以这个水很怎么样？深。对，水很深啊。这个呢不深，对吧？浅。对，很浅。浅。对，深和浅它们是反义词啊，就是 opposite meaning 啊。这个深和浅啊，两个，第一个我们说的是水深水浅。为什么它是水啊？你看看它的 radical 是什么。嗯，这个是 radical， 对不对？对。它的 radical 是水，所以这个深和浅它们第一个意思是和水有关系啊，说的就是水深和水浅。比如说啊，这水很深，或者这海很深啊，或者很浅。好，这是第一个意思啊，你从它的汉字看，它的 radical， 你看啊，这都是水。嗯，好，然后你再看啊，我给你看一个啊，我想问这是什么颜色？蓝色的。蓝色。对，非常好啊，这是蓝色。那我说这个是什么颜色？浅蓝色。对，这个是浅蓝色。那这个呢，你们就知道了啊。
深蓝色啊，所以第二个这个深和浅啊，还是颜色。我觉得颜色啊，对，还是颜色啊。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英语里一个词，汉语里很多词；有的时候汉语里一个词，英语里很多词。嗯，所以这个是 dark 和 light。嗯。可是汉语里我们就是深和浅一个。好，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印象深。嗯，你的印象太深了啊。那如果它的 negative 呢，我们会说印象不深，我们不说印象很浅，这是我们的习惯啊，我们的 habit， 我们不会说印象很浅，这个不对，我们会说印象不深。好，所以你看啊，我对他印象不深，就是我不太记得他啊，或者我对这个语法啊印象很深，就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啊，这个语法是什么意思，怎么用。对他，嗯，印象，嗯，对，印象不深，我就我不记不太记得他，嗯，我不记得。嗯，对，我不太记得他啊。对，这个语法。嗯嗯，印象很深啊，就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这个语法啊，是老师三年以前告诉我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呢啊，印象太深了。对对，好，这是这个词啊，所以我们看可以说哦，我对北京的印象非常深。你们回去啊，五年你们都还记得北京是什么样子啊，就印象非常深。好，那现在啊，我们来看下一个。那看这个啊，你们吃饭了吧？吃完了啊，吃完了，太好了啊，因为如果我觉得如果你们有的没吃饭，你们会看饿的。嗯，好，这个知道是什么菜吗？宫保鸡丁，嗯，宫保鸡丁，嗯，都知道。这个呢？这个呢？烤鸭，对，好，这个呢？火锅，对，哦，所以你看啊，你们，我觉得你们非常喜欢吃中国菜，你看这些菜你们都知道，嗯，好，所以呢，你们非常熟悉。是吧，你们每天都吃中国菜，所以你每个中国菜你都知道它的名字，嗯，知道它的味道，所以你们非常熟悉。嗯，好，所以这个你看啊，熟悉，比如说我问长城在哪儿，知道吧，嗯，啊，天安门在哪儿，知道啊，那个故宫 Forbidden City 啊，故宫在哪儿也知道，所以你们很熟悉北京，很熟悉中国菜。所以你第一个啊，我们会说 subject， 它是个 verb 啊，可是它前边可以说很，可以说很，就是很熟悉。如果它的 negative 就是我不熟悉，然后说一个 object， 那么这个 object 呢，可以是人，可以是一个地方，也可以是 something。你们熟悉 courtyard 吗？我熟悉。熟悉是吧？啊，不熟悉。啊，有的同学呢是第一次听说 courtyard 的，所以他说：“哦 ，courtyard 是什么？啊，是个饭馆吗？”嗯，所以啊，因为我们那个门口啊有红色的东西，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学校是一个饭馆。所以他们不太熟悉啊，我们学校。好，你看，比如说我新换了工作，还不太熟悉。我不太熟悉我的同事，我也不太熟悉我的工作。啊，我需要时间慢慢熟悉。嗯，好。那还有啊，还它的 structure 还可以这么说：我对
什么很熟悉或者不熟悉。那么这个 part 啊，它是一样的，你可以说人，可以说地方，可以说 place。 所以你看刚才有同学说，哦，我都不知道 courtyard 啊，我都不知道 courtyard 在哪儿，那你们就可以说对 courtyard 不熟悉。嗯，你看如果你们都知道北京，那对北京很熟悉啊，我不太知道这个语法，我对这个语法不熟悉。好，这个比较容易，对吧？这个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听懂了吗？对，听懂了。听懂了。对。Yeah. 啊，所以你说，哎，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还可以说，哦，我对北京很熟悉，哦，这个语法怎么能这么用呢？那你就是现在我告诉你了啊，你慢慢熟悉吧。以前你对这个语法不熟悉，以后你会慢慢熟悉。嗯，好，好，好，这个我们再看一个啊，我们这个再说一下。好，那你看啊，我们这样来说，那你们觉得北京大不大？大，很大。那很大。那这个菜好吃不好吃？菜好吃。好吃啊！你看，现在北京呢，它有两个 aspect， 就是很大，然后菜又很好吃，都是北京，对吧？说的都是北京。那也就是说北京很大也很好吃，菜也很好吃。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新的 structure 啊，你可以用不仅，是不仅什么什么，而且或者也或者还怎么样。不仅，对，不仅。如果你有，你们知道那个不但啊和不仅是一样的意思。如果说老师我知道不但而且，对，这个不但你就可以说不仅，他们是一样的。所以嗯，我说不仅北京不仅，嗯，对啊，大的而且也好吃菜，嗯，而且有很多好吃的菜。好，而且你看 OK，而且有很多好吃的菜。嗯，好，所以你看啊，北京不仅很大，而且菜很好吃，所以它是一个 subject， 都是北京。谁大？北京大。哪儿的菜好吃？北京的菜好吃。嗯，好，你再看这个啊，你看这个人，他说 hello， 你们好。这个是什么呀？这是英语吧 ？Hello 是英语是吧？你们好是汉语，所以呢？嗯，他不仅会说英语，嗯，而且会说汉语。对，非常好。嗯，你这个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也会说汉语，还会说汉语都行。嗯，还会。嗯，好，所以你们看啊，会说英语是他，会说汉语也是他，所以这是 same subject 一个人。嗯，好啦，那现在啊，我们来看第二个，你看看这个啊，好，两个人啊，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叫 David， 这个人呢，他叫 Tom。David 会骑自行车吗？会，那 Tom 会吗？也会。那你看，这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哦。所以呢，这是不一样的 subject。那这个时候，不仅 subject one 怎么样，而且 subject two 怎么样？好，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用而且，后边的这个句子里常常有也。就是说而且和也可以放在一个句子里，
如果你用也呢，这个 subject to 要在也的前面，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adverb。嗯，好，所以你看啊，不仅 David 会骑自行车，而且 Tom 也会骑自行车。啊，如果是 different subjects， 非常容易。为什么？这个 part 和这个 part 是一样的。你看，会骑自行车，会骑自行车一样，只不过啊，它是 different subjects。嗯，所以这个非常容易。对，去就行。对。啊，那你看啊，北京不仅北京很大，上海也很大。你看，很大很大，啊，所以它这个 part 和这个 part same 一样。好，这个听懂了吧？对，听懂。啊。好了，听懂了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课啊。有的呢我可能说的有一点快啊，如果你没有听懂呢，你可以也扫了我们那个 courtyard 的那个二维码啊，就是这个。好，你们也有了这个，你们可以再联系我们。如果你们觉得哦这个课不太好啊，然后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你们的 suggestion 啊，你们的问题都可以啊，欢迎你们给我们发微信啊，联系我们。好啦，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啊。好的，谢谢。好，谢谢你们。好，谢谢老师。啊，不客气。嗯。好，谢谢你们来，嗯，谢谢老师，啊，不客气，嗯，好，晚安，嗯，晚安啊，希望我们以后再见面，嗯，嗯，好，拜拜，拜拜，谢谢老师，拜拜，啊，see you。